找六种 sequence， 让大家来随便挑一个来相遇。好，有零一二三四，好，六种 sequence。那呢，我一次呢，绝对不会希望大家都相遇在同一个圈了。我希望大家都分散，否则的话，我们两个虽然相遇，好，大家相遇在这里，可是彼也相遇在这里。然后我再送包包的时候，张桂瑜要送包包给谁谁谁，结果你也讲话，他也讲话，那就回到我们以前所学的 make 了。就是这不是 PU 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都是这种不想要花钱的家伙，然后大家来竞争，然后造成的碰撞，对不对？好，所以我要把这个大家的风，大家分散在各个圈了啊。所以我就这样子啦，我希望最好只有我跟某人相遇在某圈哦，好。那所以呢，我呢如果挑这个红色，我就从这剩下的人里面再挑另外一个人是红色。那咱们是同颜色，就代表我们两个待会会去同一个圈哦，在这个 slot 里面。那大家可以想象，咱们国小时候就会有这件事情。那另外再随便找两个人涂哦，蓝色，然后再这样子。好，涂完了之后，这个 slot 就是。准备让第一个 sequence 这个 sequence 这个人选这种跳法的人跟选这个跳法的人相遇，对不对？啊，在这就是这个跳法跟这个跳法相遇，这个跳法跟这个跳法相遇。那你不能永远都遇到同一个人呐、啊，这样不好，对不对？那你要怎么样才会遇到别人呢？啊，就再选。比如说，待会我刚才已经选了他啊，我就从剩下里面再挑一个，对不对？啊，就在这边相遇。啊，你刚才挑了他啊，你现在可能这个人刚才挑他嘛，啊，现在就挑一个别人，对不对？啊，如果这是偶数的话，你应该可以找到一种挑法吧？可以，对不对？啊，就这样子挑挑挑，把它挑完了。挑完了，你就说，那我们现在这个挑完了，我要跟你相遇，我要跟你相遇，我这里要跟香香相遇，我跟他相遇，他跟他相遇。人家说，哎，那你只说你要相遇，那到底我们要相遇在哪儿啊？好，那你这样就可以自己开始随便乱写。这圈到一，这待会圈到二，待会圈到三，圈到四，圈到五，对不对？好，啊，你就可以顺着把这个蓝色填完，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你就从橘色开始，啊，刚才他选圈到一，我不能再选圈到一，我要换一个圈到选，对不对？那你说你这边就填二，那填二之后，待会这个就可能要变三还是什么，以此类推，好不好？所以。大家就像排积木一样，就要填完了。那这时候一定相遇得很好，每次都只有两个人相遇，对不对？然后大家都分散，分得很均匀，分得很散，是吧？那这个方法就是某一篇很厉害的 paper 的一半，啊，这一半啊，那这样子大家都会吧？听得懂吼？这个小时候大家就都会，真的很简单。但是这个方法呢？一定要是你们两个是时间上是对齐的，也就是说大家都要同时开始跑这个时刻。如果你现在打算跟他相遇，结果你这时候开始跑这个 sequence， 结果他没有跟你同时跑，他比你晚一点或早一点，那这相遇的情形就会大乱了，对不对？好，所以这只能用在时间是大家同时跑的时候。但是后来我们就会发现说，要求大家要同时跑 sequence 是非常，我刚才说过不合理，所以后来的研究就通通都跑到说，如果大家的时间不同时开始，那该怎么办？那不同时开始，怎么样可以相遇得到呢？好，那待会我们来讲这一篇的后半段。他就说，如果不同时开始，要怎么上？那我告诉你，如果你喜欢小时候就喜欢玩这种东西的话，像什么余数定理，你觉得你小时候玩的挺厉害的，那这个题目就可以试着来做做。但如果你小时候看到这种东西就很讨厌的话，那千万不要跳进来。那。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刚才讲到一个观念，就是不同的速度都会相遇，对不对？对吧？还是用这招。好，这就是他的另外一半。他就说，我现在呢，假设只有四种速度好了。第一个，你看 A0 上面那一个。
速度一，对不对？每次跳一。第二行第二个 row A 那个 A 一那一个，他一次跳二，对不对？二四，哎，所以老师为什么下一个是一？哎，因为他只有五个圈，好，所以下次要跳到一了，好。然后第三个 row 速度是三，对不对？然后第四个 row 速度是四，那你或许会说，那为什么没有第五个 row？在测试一下你们睡着，为什么没有第五个肉？为什么没有速度五？五，速度如果是五会怎样？重复。因为我们是 mod 五，对不对？所以绝对不可以是。知道为什么 mod 五吧？因为我们的圈号编号是零到四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每次 mod 五，你速度是五，每次加五，这都没加一样，对不对？可以吗？晚来的同学，要不要问一下哪里不懂？好啦，如果晚来的同学等一下听不懂，可以来问我，好，因为我已经有一点没办法再从头开始讲了。好，好，那有了这个之后，接下来要怎么相遇呢？要怎么相遇？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要怎么相遇呢？他就说，如果我当初跟你选的是速度不一样的，理论上我们会相遇，对不对？我们刚才说的跑步理论，对不对？我们在同一个操场跑，因为我们都跑零一二三四这个地方而已，对不对？你把零一二三四想成是一个圈，想成是一个操场，好，零一二三四，然后呢，你现在从零开始跑，一次跳，你跑的腿比较长，一次跳到二，然后待会跳到四，对不对？然后待会再跳就跳到一，可以吧？就是腿长的就这样跳，好，啊，腿短的像我，一次只能跑一点点，所以就这样跳，一次跳一码，对不对？你可以把它想成这就是操场的零公尺处，一公尺处、三公尺处、四公尺处这样子，可以吧？好，别来，听得懂哈、哦。那现在如果我们两个用不同的速度在跑操场，就会相遇嘛，哈、哦。所以呢，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刚才呢，上面第一条 A 零那一条，它是用速度是一在跑，所以它就跑零一二三四。然后呢，接下来如果它就零一二三四一直跑，维持等速，好，它就这样子跑。那我呢，我选的速度是二，零二四一三，然后零二四一三，零二四。结果你就会发现，我们相遇在哪呢？我们有相遇，对不对？那在这篇 paper， 它只能解决时间，大家起始的时间不一样，然后它保证会相遇这件事情。它并不能够解决说，你只相遇在一个圈了，万一遇到 PU 怎么办？好，它没有解决到这一个。但是呢，大家可以想象，大家刚才如果找来的同学听我讲了这么久，你就会知道，如果有一个人。他挑了跟你一样的速度，对不对？你是零一二三四，我也挑零一二三四，但是我比你晚开始。那咱们两个就不必相遇了，没有相遇的地方，对不对？可以吗？好，没有相遇的地方，所以他在这里要怎么样解决掉我跟你？刚好跳到同样的速度，但是我们两个又可以相遇，这件事情要，这就是他主要要解决的事情。那大家发挥一下创意，这件事情要怎么搞定？
家慢慢想。我来把这个序言写的整齐一点。来，零一二三四是我跑的序列，零一二三四，零一二三四。结果你跟我有同号，你也选了这一个，好，你选了零一二三。这还先不能写，因为你也不知道怎么样。他也跟我写零一二三四这样爬下去，好，然后我们就理论上不相遇，对不对？好，我现在要想办法在这里增加点东西，要让他相遇，也就是每一个 sequence 的开始。我希望给他增加一点东西，而且我希望不要增加太多啦。我希望因为这个增加，然后他就相遇了。那同学，你觉得加什么他会遇到？我们不能加一坨，这样子是不行的，只能加一点点，然后就要让他遇到。那就说老师啊，你这就加加啊，这就加嘞，不就遇到了吗？同学，你又不知道谁要跟你相遇，你也不知道他选的 sequence 是什么，对不对？你不能够自己说我这里就加嘞，你不知道他是嘞，知道吗？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所以你不能够说哦，我看到他是零，所以我写成零，不行这样，你根本对他是不未知的。好，我再说一次，有一个人跟你挑了一模一样的 sequence， 但是呢，你们两个就是不会相遇，好，因为你跟他有点时间差，就完全错开了。这时候要如何让他跟你还是有遇到？那做法就是这样。好，这刚我两管说破不值钱。好，他的方法如下：大家仔细观察，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红色？他会遇在什么地方？我应该再多画一点让你们看。如果还有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都相遇在零，对吧？好，那你说老师，那我以后就填零就好。其实他要说的是，它都会相遇在同一个地方。好，因为我们现在再换一个例子，来，我让它再往后退一个。这一次换还是换红色光光吗？换一个颜色，换黄色，免得大家混在一起。好，那大家现在看一下哈，我们如果以中间这个为基准的话，你看下面这个人，他你试着要这个红色要填一个什么东西，让他可以跟上面相遇，对不对？好，那现在上面这个人也在黄色框框里面也试着填一个什么东西，要让他可以跟下面相遇。可是要填的东西不一样吧，所以不能说我就永远填零，这样不 OK 啦。好，下面这个填零是对的啦，啊，可是上面那个要填一，对不对？所以大家有没有得到什么结论？那有时候要叫我填零，有时候要叫我填一，那我到底要填什么？
到有人讲对了。欸，如果我都填的话，是不是就会遇到？知道我的意思吗？我都填啊，反正我永远都跟你相遇在零，对不对？我只要零一二三四都填了，就会遇到你的吧？啊，你就永远跟我相遇在一，我零一二三都填，也应该会遇到你吧？对，就这样而已。所以我就在这里。那我当初呢？他就说，那零一二三四要怎么填呢？啊，他也没有特别讲，他就说。你当初是用零一二三四的顺序，你就是填零一二三四。好，阿斯加上这个就是四，那这个也是一样，零、一、二、三，那这个也是一样，零、一、二，这边如果有的话是三。那这样有没有相遇呢？一定有的呀，对不对？这个就遇到了，对不对？这个没有遇到，那。这个没有遇到，这个没有遇到啊！但是这个有没有遇到？我看一下，这个没有画完啊，后面应该会遇到。那，啊，这个是三的遇在哪？这是零一二三，这个这里遇到，对不对？所以它就一定会遇到。好，那这样子就骗了一篇很厉害的 paper。然后我跟你讲哦，你说一篇 paper 怎么样呢？那对一个教授来说。一篇 paper 可能代表在台湾的话，一个计划大概厉害的教授还是几百万嘛，不厉害的教授几十万嘛，对不对？好，那国外的话，厉害的教授可能是几千万嘛，那这篇 paper 搞不好他就骗了几千万，这样算不算厉害？厉害吧？好，那就这样子。好，那刚才说那个数字，大家不要想说，那是不是都被放在教授口袋里？也没有啦，因为通常那个能够买几千万，通常都是因为你要买什么设备。没有什么设备的话，他也不会因为你写几张纸就给你几千万。好。那我们就再往下咯，所以在这边呢，如果你去看他的 paper， 你会觉得有一点难懂哦。然后他其实他一直是这样的，他说呢，如果你原本呢这个零一二三四呢，我把它表示成第一个零叫 C 零，第一个一叫 C 一 ，C 二 C 三 C 四。当然，你如果当初选的是第三个这个 A 三这个 sequence， 那 C 零就是代表零 ，C 一就是四 ，C 二就是三 ，C 三就是二 ，C 四就是四，这样可以吗？好，它只是在代表那一个 slot。你用一个变数来表示，那他就说，不管你当初选的是谁，你就把那个 sequence 重复两次。好，啊，照理说这样子是会相遇的，除非你们两个选到同样的 sequence， 对不对？啊，我刚才说，为了要保证你们两个选的同样的 sequence 还可以相遇，所以呢，他这边就多了一个黄色的这个区块。那，啊，这个区块照什么顺序填呢？你当初选的 C 零、C 一、C 二、C 三、C 四，照顺序填上去就好，这样一定会零到十通通都填的，对不对？可以吧？行啊，好，就这样了。但是呢，刚才说了，这是非同步的时候，他找出来的方法。非同步就是说，我们两个其实是可以用不同的时间来执行自己所选的这个跳频的方法。好，但是还是可以保证相遇。啊，缺点是什么呢？啊，缺点就是说，他们两个可能会只相遇在一个圈哦。好，因为。它虽然保证了不同样的时间开始跳频，仍然可以相遇，但是它不能够保证你可以相遇在很多的圈哦。那我说不能够保证相遇在很多的圈哦，就代表着一件事，就是你有很大的几率会在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就好巧不巧的遇到了付钱的 PU， 然后这时候你要自动闪开，这样就有点惨。好，因为你相遇了，但是你要闪开，你又不能送魔宝。好，理解吗？好，然后接下来的话呢，这个考试的时候我会考这个方法。好，那这个方法叫 Jump Stay。因为这已经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经典了。那这个方法呢？老实说，缺点很多，就是因为缺点多呢。我说过，当沙包最好打，对不对？好，但是呢，你又不能够
low 到一个程度，让大家觉得完全，你找一个太弱的对手是不对的。同学，你要知道，你如果要打败一个人，然后而且要因此成名的话，你一定要打那个厉害的，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打太厉害，你会打输。所以最好就是他够厉害，打了之后你就会有名，但是你又可以打赢他，这样才不太好，好，对不对？好，你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把他打败了，那谁在乎你啊？哈，只要找一个够厉害，因为他当初也看在很好的地方，但他呢，肉多很好打，他到处都是缺点，所以我们喜欢打他。我们今天要讲最后一个方法叫 jump stay。好，那以后如果你讲到 channel hacking，你跟人家讲 jump stay， 大家都会认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非常经典的肉包，非常经典的沙包，大家都认识这个方法。好，他呢说，为了要保证大家会相遇在两个人可以相遇在所有的圈哦，因为这样子才可以躲避这个就是你相遇的圈哦，永远都被 PU 占住的这种厄运，对不对？好。所以我就要尽量的让我们两个人，不管任两个人想要相遇，他们都可以相遇在所有圈。我们希望是这样。好，那 jump stay 这个方法是这样说的，它有两种状况，一个叫 jump， 就是像我们刚才这样，很辛苦的零跳到一，跳到二，跳到三，跳到四，这叫 jump， 好，跳，等速的跳。那 stay 是什么呢？ stay 就是一直待在某一个圈哦，叫 stay。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我就跳一阵子，然后就停一阵子，再跳一阵子，再停一阵子，那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两个可以遇在所有的圈哦。好，这样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哈？好，那大家就来看，这个叫 jump。好，那 jump 的话呢，它就会是三四五，然后一二三四五，然后一二啊，反正就是一直在跳。好，那你会说，哎，这好像跟我们刚才不大一样哈，因为他当初他的这篇 paper 他写的不是零一二三四，他圈的编号不是零一二三四，而是一二三四五。好，所以你用你看起来会觉得怪怪的，可是这个可以，反正可以想象嘛，简易就好了。就是三四五跳到尾巴的一二三四五这样子，好，就是跳过去。好，这是在 jump， 那 jump 就会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缺点啊，速度一样的时候怎么办？不会相遇，对不对？啊，速度不一样的时候，好像就算会相遇，也一直都遇在同样的地方，对吧？哦，那这件事情 jump stay 就给了一些答案，他就跟你说。咱们两个速度一样不相遇是吧？没关系，当我们两个速度一样的时候，我们两个不会相遇，又靠 jump 不会相遇，但我后面给他一个 stay， 这个 stay 啊， stay 在哪个圈呢？注意这个 stay 就是为了因为我们两个刚才速度一样就不相遇了的，所以如果我们两个因为速度不对，我们两个刚才因为速度一样所以不相遇，我如果要靠 stay 来相遇，你觉得我们两个的 stay 应该要设成什么？我们两个都速度一，所以不相遇，对不对？而且因为起始位置不大一样，对不对？不相遇，那要靠后面的 stay 相遇，方法就是 stay 在我们速度的那个圈哦，对不对？我现在速度一跳，你也速度一跳，结果我们可不相遇。待会 stay 的时候，我就 stay 在我的那个速度，你也一定 stay 在你的那个速度，就是一，所以我们就遇到了，对不对？对哦，听懂吗？好，那我这时候我还要细讲。这个 jump 的话呢，它也是有点学问的。说过选对手不能选太弱 ，jump 也不算是弱到不行的，不是弱到爆的哈。他跟你说这里要两倍长，
你注意看，我们有五个圈哦，可是它的叫是十那么长，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这是有学问的。为什么不三四五一二就好了？为什么要两倍长？我跟你速度不一样，照理说我们在 jump 是不会相遇。然后假设我的速度只有二，三，五，这个没有用 mod 有点难数，二，四，然后现在跟什么一，有没有发现一在这了？因为时间不一样哈，你们发现不相遇。明明速度一样，哎，速度不一样，不是应该要相遇吗？对不对？可是它不相遇耶。你说老师，那再加长一点会相遇吗？因为我们不是说两倍长吗？三，我刚才有没有写错？三四，我可以把它变成零一二三四，好，我这样写好像有点可能写错。刚才是三四，我们现在冒的五号。好，所以是零对吧？一二三，好，这是速度一对吧？刚才速度二我是写从这里开始吗？二，然后五就是零对吧？然后二对吧？然后四，接下来是什么？一、三、四、零，好，二零就相遇了。可以吧？我刚才有相遇吗？我刚才就有相遇，我想奇怪为什么写车上不相遇，我就吓一跳。好，那所以这时候就在这里相遇，那不行，那我要换一个例子，你再移下一个就不相遇了，可以吧？因为它永远不见得永远都会相遇。三零，这个为什么又相遇了？那我要怎样才让它不相遇？我要举一个，让我想一下，我要举一个三零二四，举一个相遇的例子，一三零啊，这个为什么这么好相遇呢？相遇在哪呢？我要相遇在三个才会不相遇，对不对？所以。就会刚好你要相遇的，在你下一回合会遇到，但此回合就是来不及。那这个是有证明过，只是我们在这里讲证明，大家会睡着。那一定要两倍长，这样知道。如果自己待会下课闲闲的，可以试试看，把它位移一下，可以吗？好，所以这里一定是两倍长，就是你的长度，好，一定是两倍。那再过来这个 stay 的话呢，只要一倍长就好。就是说，如果你有五个圈哦，它长度就是好。那接下来大家觉得
这样子如果没有在 jump 相遇，注意哦，刚才我们说如果你速度不一样就会在 jump 相遇，如果你速度一样的话它会在 stay 相遇，对不对？速度一样可能会不相遇吧，但速度一样的话你的 stay 跟它 stay 会一样，对不对？所以你们就会在 stay 相遇，对吧？可以吗？不行，不懂，好，我再说一下。比如说我们刚才的34012, 然后我跟你的速度一样，我是401234 0123, 我跟你速度一模一样啊，起始位置不大一样哎，那当然你也可以写起始位置一样啊，可以34012, 好，这样啊就不相遇，对不对？好，那我们这时候说我靠 stay 啊，因为接下来我会接我的速度是一，我就会接下5个1，对不对？啊你速度也是一，也会接下5个1，对不对？那咱们两个就遇到了，对不对？好，那但是困难在于在这个架构下面似乎已经看到曙光了，因为我可以跟你透过多长的时间呢？透过如果你的圈套是 N 那么多个的话， 1N 2N 3N 是不是就相遇了？同样速度不同样速度都会遇到，对不对？可是这里只保证我会相遇，没有说我可以相遇在所有的圈套，怎么样让它相遇在所有的圈套？这就问题就很大了，现在把解决简单的问题解决，可是呢相遇在所有圈套这件事没有解决。好，那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先把这边再讲清楚一点。你或许有同学回去试，然后就说老师你骗人，你举的这例子太刚好了，竟然可以相遇，为什么我举了半天不会相遇啊？好，你不是说只要两个人速度不一样的话就会相遇了吗？好，那同学如果你要保证他相遇的话，首先大家小时候学过什么中国余数定理，对不对？没有学过就算了，我也不大记得我小时候到底有没有学过。如果你要保证他相遇的话，那么你原本 total 的圈套必须要是直数，这样子的话你这个不同的速度就一定会相遇。好，那如果你说老师，那我当初的圈套就不是直数啊，当初就10个圈套，那不是直数，那怎么办呢？好，那在这里提出了一些简单的方法啊，不过我们也可以找一个简单的方式。好，我先说如果是我会怎样，他这个要相遇的那个东西就是说，如果你的圈哦当初是假设是 N， 好 N 个圈哦，然后你跳的速度假设叫 S 好了，这两个东西要互质。好，那呢如果当初你的 N 不是直数的话，那当然就反过来，你就当你的速度互质就好，你的速度是直数，那也会互质嘛，对不对？这样可以吗？它不是直数，但你每次挑两个速度都是直数，这样子也行。好，所以他这边就会说，他就会跟你说，如果当初我也不想用这招了，他这边用了哪一招呢？他就说，如果我当初就10个圈套，他明明就不是个直数，那该怎么办呢？他的方法就是说，那你就找一个比他大一点点的直数，靠近10，但比他大一点的直数，那是什么呢？23，对不对？哦，不对，11，对不对？好，那11，那11，糟糕了，你这用 jump 的话怎么跳呢？就会跳0123456789 10，然后这是因为是11嘛，哈，就点到十，对不对？好，那再开始0123456789 10，那你这时候就说了，老师，那0123456789 10是11个圈套呢，啊不是10个圈套，那你这个十在你到底要跳到哪里去啊？然后你跟我相比吗？你的圈套应该是0到9而已嘛。我再说一次，我们 total 本来只有10个圈套。啊，你为了要保证他相遇，你就把它搞成11个圈套，因为11是直数，对不对？好，那这时候我真的把照这样跳0123456789跳到10的时候，哎，这个10实际上没这个圈套嘛，对不对？这个10是为了让它是直数弄出来的，
我实际上只有十个圈哦，十个圈哦的编号是零到九，所以根本没有十这个圈哦，对吧？那这此时该如何办呢？啊，就那样办。你不会再给他 mod 十一次吗？那这样子十 mod 十不就回到零了吗？这样可以吗？所以如果对方也是十，也会遇到你嘛，因为他 mod 十也会跟你一样是零，对不对？所以也会相遇嘛。好啊，当然也有人说啊，你就随便填一个，哎，随便填一个，你说会不会不相遇？哎，有可能，所以我们还是乖乖的 mod 十的。好，这样行吗？好，所以我解决了你的 channel 个数一定要是质数， channel 个数如果是质数的时候，你这个速度随便乱跳，两个人速度不一样，一定会相遇，就不用担心了。好啊，如果你回去乱试，然后说怎么错了，好，那就是你忘了我的交代，它是质数。好，所以他这边写的，注意看，他写 P， 如果你回去看投影片的话 ，P 代表的是你原本的 channel， 假设叫 N， 那这个 P 是比 N 来的大或等于的质数。假设你当初 N 就是质数，那就用 N 就可以了。好，可以吗？好，那这个小事情已经交代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那要相遇在很多个圈头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到呢？好，那招数如下。好，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现在再重复一次。你要让人家跟你相遇在不同的地方，只有两种招数。一种招数是你改变速度，一种招数是改变起始点。好，那我们就来想，如果刚才我这个例子啊，说我们用的是34012 34012 1111，然后你是34012 34012 1111，然后我们两个本来在 jump 不相遇，在 stay 相遇，对不对？然后待会我不希望老师跟你相遇在一，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大家都来加个一张，我们把起始位置移一下，对不对？好，所以我接下来就改成什么呢？40123 40123 2222，可以这样吗？40123 40123 2222，这样可不可以？你说老师，这样子看起来好像可以，可是好像不大对，哪里不对？好，我来说一下。刚才我们说，我们这样做的前提是，你这个速度，这样是我的 stay， 对不对？是哈。好，那这样子的话，在这里有点违背刚才的定义，对吧？你的速度还是维持一，只不过起始点有点换掉而已。所以呢，你这里不能改成二，你还是要维持。就是开始说了，老师这样子还是遇在一啊，那这样改变其实也一点用途都没有，真的吗？好，不完全是。当初我们是相遇在 stay 的时候，因为 stay 是完全决定于你跳的速度，我们现在只有改变起始点，没有改变
速度的话，的确不可以随便乱改变自己，对不对？好，所以我就维持。那为什么我改了这个之后，我们两个并没有相遇呢？其实是这样，假设我们现在换一个例子，我们两个不是靠 stay 相遇，而是靠 jump 相遇的。我现在写一个例子，假设是，3 0，就刚刚我们说的那个2 4 1，3 0 2 4 1，然后这个速度是2，我有没有写错啊？3 0 2 4 1，3 0 2 4。好，那在这边的话呢，我跟你相遇，主要是因为我们速度不同，我靠的是速度不同相遇的。那你说老师这个一刚好遇到，那是额外，那是不小心遇到的哈。我们主要保证一定可以相遇，是因为我的速度跟你的速度不一样而遇到的。好，那如果是这个情形，我们两个都把数字增加了呢，那会发生什么事？把它加一，仍然是，3 4 1 3 0 2。好，这个一直没推，那这边还是2。那你会发现，刚才相遇在0的，现在是不是相遇在1？因为你增加了1，我也增加了1，对不对？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事呢？就是如果当初我们两个是靠 jump 相遇的，也就是因为我们速度不一样嘛，对不对？我这种，你的起始位置加1，我的起始位置加1，我们就会自然的把所有的圈都移过一遍，对不对？懂吗？我再说一次，我们两个是靠 jump 相遇的，刚开始我们 jump 遇到了1。结果在下一回合的时候，我们把起始位置都加了1，对不对？我们就遇在1了。待会在下一个回合，我们再把起始位置再加1。你说我们两个会不会就把所有的圈都遇完了？我告诉你，我们开始遇在0，速度不变哦，我们两个都遇在0。现在我们只是把起始位置改成，本来你是3，我是3，现在改成你是4，我是4。然后我们就相遇在1了，对不对？待会我们再把起始位置改成0的时候，我们相遇的圈呢应该也会换1个吧，换成2，对不对？可以吧？好，那就用这一招，是不是就可以把所有的圈呢都遇过一遍？那到这里大家听得懂吗？可以哦，可以。好，那你说如果当初我们是在 stay 的人怎么办？所以老师，那我们当初就不是遇在 jump， 是遇在 stay， 那该如何是好？好，那所以呢，他为了让 stay 的人也可以相遇，所以他的招数是这样的：一开始这样一回合做完了，先让 jump 的人相遇，所以他就把速度一样，我都不改变速度，但是只把起始位置一直调，一直调，一直调。调过去，这样子的话呢，就会让 jump 相遇的人把所有圈都遇过一遍，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为了让 jump 的人，不是为了让这种速度一样的人相遇，他下一回合，这个一回合完了之后，这样一调完了之后，接下来换速度，待会是速度2，然后我就变3 0 2 4，也就是说，我把上面那个擦掉。刚开始这两个人是这样跑的，这一条跑完了之后，我们两个一起改变，我变成这样，3 0 2 4 1，我的速度要改成2了，你也一样，速度增加1，当然是速度整条都一样嘛，对不对？现在把速度增加1，然后你也增加1，所以3 0 2 4，然后3 0 2 4 1，然后在这里我们就2 2 2相遇，靠 stay 相遇。所以我们一开始如果靠 jump 相遇，就一直靠 jump 相遇；靠 stay 相遇的人，就会一直靠 stay 相遇。这样听得懂吗？不懂的 yellow， 没有人要。真的，要不要我再讲一遍？
好，我再弄几个，又弄几个。我把它抄整齐一点，哈，可能抄有点太乱。302，哎，我一开始是34012。好，我举一个例子，34012，34012，然后34012，34012，然后这速度是。我每一回合的最后一个数字，我把它涂成红色，好，表示说这一回合就结束。然后接下来，我把它位移4012345，